我是胡祖威，全新一季的爱玩客将带给你不同以往的开箱体验。这个船包下来，一个人只要3000欧，好漂亮哦！真的很厉害，等3个月我愿意。不只要玩船艺中心，我还要去入住。夜游船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天哪，走到这里超美的，解锁你不知道的全新景点，品尝最在地、最新奇的美味食物。台湾永远有你意想不到的新体验。哇！一上场就打穿了三垒防线，形成安打。胡祖威真的是猛打赏，而且他每一次打击基本上都瞄准了尹乐那个方向来去攻击。这一球穿越，再见安打，比赛结束，那红队呢是以11-1提前在4局结束打败了蓝队。大来宾义正帮我们宣布 MVP 得奖的是胡祖威。第四棒，现在蓝队的田一宁与红队的胡祖威已经就位了。水家，喂，加油，加油，手不要开哦。预备。第四棒，两位选手起跑，胡祖威的速度稍微快了一点，跨进，跨过第一个栏架，田一宁是练习非常勤劳的，踢到了栏架，胡祖威是率先通过了终点，这也是红队哦，四棒下来，唯一呢领先蓝队的，不过差距到5秒38，可能已经是无力回天了。我觉得有点跳太高，我刚刚撞到一下，好像有点慢了一下。我怎么会撞到？我就问场了，怎么会撞到？觉得我的节奏跟练习一样，不用太大，不用晃，就稳稳把它跨过去。小刚还好，小刚还好，棒哦，棒哦！不是你想爆是不是？第四组女子组选手蓝队田一宁成绩12秒72，蓝队选手胡祖威成绩11秒56。目前还是一局的下半呢，红队的进攻一出局，二垒有跑者已经取得3-0的领先了。打击轮回到的是第二轮的第一棒啊，胡祖威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而今天可能这个球没有拦下来，一球的抢手，本来二垒的跑者上到了三垒，胡祖威也抵达了一垒垒包。打击轮到的是第二棒的胡世安呢。哇！这一球穿越的安打，非常强劲，送回了林思雨。那接下来轮到的是第三棒的邱胜宇。打棒球是有一个禁忌的，不能够吃莲雾啊，这连连失误啊。Save！王子跑出了内安打，轻轻的一点，点上了一垒。满垒哦，一二三垒都有人。徐某志，做打击，也是非常强劲。一个跑者回来，第二个跑者也回来得分。这个半局啊，打的是11个轮次，攻下了6分。目前一局打完6-0领先。现在打击的轮到的是我们第一棒的胡祖威。好球！好球！哎，一垒垒包，或三垒跑者回来得分。胡祖威虽然自己被击杀，但是有一个医生的打点，现在是2出局。2出局，剩下三垒有跑者，打球轮到的是胡世安。胡世安这个球也是一个强袭安打，王品方没有能够接下来，三垒有跑者回来得分，胡世安抵达了二垒。胡世安啊，瓜之子，也是今天在文职棒球赛啊，也是猛打赏了，表现得非常亮眼。3局打完，红队已经是10-0领先了。这局完如果一定要得分，对啊，就被扣豆了。对，哦，加油。一局上半啊，蓝队1-10，9分落后。目前2出局，一二垒有跑者。打击区上的是第四棒，又把先发的林尹乐给换了上来，他又再上场。哇呀，结果这个挥棒落空啊！
的自爆出局，没有办法再把攻势串联下去。我在四局的上半啊，靠着王品浩自己打出安打，自己两次超积极的跑垒攻下了续命的一分，维系住尊严的一分。所以四局上半打完，蓝队是1-19分落后。四局下半，红队只要得到一分，超前对手、领先对手10分的话，比赛还是要提前结束啊。四局下半，红队是从第一棒的胡祖威开始打。哇！一上场就打上了三垒防线，形成安打。胡祖威真的是猛打赏，而且他每一次打击基本上都瞄准了尹乐那个方向来去攻击。不是安打同样方向啊，几乎是复制贴上策略性啊，他们的策略真的做得非常的好。稳稳的，来个背号。11-1，提前在四局结束打败了蓝队，红队拿下了五人制棒球赛的胜利。今天的四场比赛都已经顺利的结束了，来到了我们大来宾最紧张的环节了。义正，你已经准备好你心目中的名单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好，那请公布入围的有王品浩。王品浩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他各个方面都还不错，尤其是在那个投篮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延长赛的时候，强心脏对不对？对，延长赛投中冠军。对，其实还有文字棒球，其实非常聪明的跑垒，对对，得到了那一分，哎，没错，还有入围的吗？名单吗？胡祖威。哎，讲一下为什么会有祖威呢？他在所有的表现都还不错，都有达到我觉得不错的标准值里面。无人制棒球他，而且他我觉得不容易可以跟男生这样下去拼斗，而且他的观念还不错。大来宾义正帮我们宣布 MVP 得奖的是胡祖威。没有特别的特殊，我觉得我就是稳稳的上场，然后让大家心安的角色，所以我今天拿到这个奖项，我其实蛮惊讶的，然后也真的很谢谢队友，每一个都每一场比赛都超了，给我很大的信心。